我们发现宇文护有一处隐秘的冶金铸造工坊，现在你大哥已乔装混入，如弄查获，我们便有足够的人证物证来揭露宇文护。北国王子阿史那殿爵欲向大周借兵攻打齐国，这场仗想不打都得打。这次秦鲁国公夫人前来是想与你共谋一事，我与你那又何事可谋？不能同生，唯愿共死，五洲制药独孤皇后首播在中视。